我现在在西藏的一个边陲小镇吉隆镇，等下就从吉隆口岸出境去尼泊尔。尼泊尔是一个我一直很想去但没有去的国家，这次刚好有朋友约，然后我人又在西藏，从西藏过去很快很方便，而且尼泊尔还是免签，不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尼泊尔之旅。去尼泊尔的话，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是可以直接过去的，只要在吉隆镇这边的一个边境管理中心去报备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所有去过的朋友都奉劝我不要骑摩托车过去，因为去那边的路太烂了，太难走了，很危险。所以我还是决定把摩托车留在吉隆镇这边，然后背个包就过去了。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吉隆镇这里，他说可以把摩托车和行李寄存到他那里。今天早上雨过天晴了，哇，你看老天爷太给我面子了。哇，我现在把车放到这个朋友的楼下了，刚好有一个楼梯间可以不用淋雨，太好了，太美了。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的话，要到这个三岔路口这里来等车，这里有那个小巴车也有的士，过去的话是一个人40块钱。我现在就是带了一个35升的一个背包，这个还是在拉萨的时候找朋友借的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里面呢主要是一个电煮锅。某人说尼泊尔那边的牛肉很便宜，牛肚不要钱，要吃火锅。然后就是我的一个随身带的一个背包。我们现在坐车去口岸了。你看去口岸的路全都是这种回形针。哎呦，我的对面就是尼泊尔。这个路太弯了，我现在肚子有点不舒服。到口岸这边来了，前面去过的朋友都说口岸的左边有一个刘大姐超市，那里的汇率比较好一点。过来换个钱。哇，哦，他们是过来买东西的，就很多尼泊尔人到这边超市来批发。那个刘大姐超市的汇率是19，是这边最好的，但是他已经没有钱了，然后就在旁边找了一个饭店换了18.5。这个中尼口岸就在这个大峡谷的边上，这边是我们的国门，然后看一下这边，这是尼泊尔，尼泊尔的国门，非常朴素的工业风，好多大货车在出去啊，停了辆摩托车，还挺帅的。现在已经过了尼泊尔这边的海关了，刚才把我的行李仔细的检查了一番。哇塞，你看一下这个小卖部，旁边这一栋我估计是他们新修的海关大楼。Cooking noodle。 Hello handsome boy。 煮他们的方便面，拍到主人了。 Hello。 这个车我还挺喜欢的。 How much？ 36,000。 哦，36,000 Chinese money. Okay, cool. Maybe 2 weeks, I think. 2 weeks. Not sure, yeah. Only Kathmandu or Bangkok? Oh, also go to the other cities. Yeah. Have a nice one. Thank you. Go shopping from Chinese shop. This. Yes. Have a look. 这是糖，奶糖。Chocolate.Sweet. And this? Oh. Washing. Yeah. Eggs? Eh, no. Oh. 核桃。从口岸这里坐吉普车到加德满都，包车的话是800块钱。要坐到5个人以上，然后每个人就可以划下来是160块钱。现在车上只有，包括我只有3个人。有2个人是刚才跟我一起从那个吉隆镇打车到口岸这边来的。等了1个小时了，还没有别的人过来。我刚才在小卖部那里打听了一下，他们这边也有那个大巴车去加德满都，但是每天早上只有2班，一个是7点，一个是9点，下午就没有车了。你一过来就可以坐上走了，我们等了1个半小时了。不是，我这终于出发了。我是从口岸过来1公里的样子吧，到这个移民局这里来盖章办签证。这个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啊耶！
哎呀，哇，你看这个，这个让我骑摩托车，我是真的是不行，我要哭。这个幺二五过不去。对呀、啊。哦呀。低了会陷。你看这种，这种怎么走啊？哎呀。我就在单走。哎呦，我来一下。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那还有他上来怎么办呢、啊？这个路。啊，就是这样。往往开上来也是这样开上来啊。我要拍一下他的。我看一下你表哥单手来。哦。那个再来嘛，那不得飞下这个哦，你给了你嘛。你看下面就是悬崖。关键是他这个还是手动挡，他还能单手。啊。哇。他可能就是想打完电话才走这一段路。对，是的，这大路不能不能单手操作了。是不是我们包？你帮我先帮我。对，我先录一下这一段。哇塞，哇，你看，骑摩托车这种路怎么走啊？看一下他们路边的这个检查站。哇，终于有一段。哎呦，好路走了，舒服啊！是啊。司机特意停了车，让我们下来拍一个。哇，我们从那个路盘上来的，这个大峡谷不错。哎呦，这个喇叭声好好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声音很小啊，我觉得这应该是这种音乐就够了。对啊。国内的大大大声的音乐人，对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哎呀，路很难走，很烂，但是风景也好美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哇，那个村庄，这就不是村庄了，这可能是个城市啊，这可能是个小城市啊。哎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。你看。司机又特意停车，还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位来给我们拍照，哇，绝了！啊，这个马路边是这？对，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城市。刚才那个检查站是进城的，进城前的例行检查。哇，好多摩托车啊！这就跟我们上个世纪五六那个农村的那个骑士一样，这挺好看的，挺好玩的，对、啊。彩色的房子。护照。又护照。啊，又护照。嗯。Hello， 秋城。哇，可以拍到，哎呀，哇！哇司机也很快乐，快乐。那个。哇！来！我在车里停下来了，你让你拍照了。又停车给我们拍照了。哇！这是我们坐过来的车。哎。哇！太绝了！来了。哎，这就来了。业务繁忙的司机。大海就是我们就在摇摆中，全都是绿色的大峡谷。我的天哪！好羞涩的小朋友，拜拜。哎，好像有什么活动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还以为它是逆行，开得起飞了，回到这个高级公路上面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吧，你就飞了五分钟。这是我在尼泊尔的第一餐，一个牛肉套餐，这是牛肉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汤。小菜，叶子菜，辣椒酱，薄饼，
这啥来的？土豆。土豆豆角。司机点了一个 dumpling。接着牛了。饺子。看起来也不错，对不对？饺子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好吃好吃。好吃。鸡肉饺子。鸡肉饺子。啊。哦。这个是什么？咖喱。咖喱。啊？这是黑色的咖喱，煮了这么多，黑色的咖喱，马上就你这么多。哇，还可以加的，来一个咖喱，这个是。咖喱的奶油，我不点，我都蛮想你们真的。汤怎么？汤，喝的汤。哦。旁边还有这个汤啊，还有什么咖喱呀、啊，可以加。多少来？上面4000多。4100。我们从4100的海拔下到了500多，好热啊，现在。这个咖喱味道还可以，但是就是太咸了，汤也咸，菜也咸。是我们第7个检查站，一路上经过10几个大大小小的检查站。你看，是不是又停车？你们要下来吗？来给我们拍照了。不用，没事。可以下去啊，看一下这个桥，管辖很难得。哇，好漂亮。好好看，夕阳西下，直达峡谷。哇，下的满都，这个城市挺大的哎。哎呀，看一下加的满都的模样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大城市。哎呦，哇，灰尘又大。哎呦，你看一下这个灰尘很有那种夕阳落日的感觉，拍出来。中国，喂，哎呀，坐了整整7个小时的车到加德满都泰米尔了，我有点晕车，肚子有点不舒服，那我来找我的朋友汇合了，耶、yeah。